你这什么伎俩，也太老土了吧。我知道把你衣服弄脏是我的不对，但我是不小心的呀，你也不能把我衣服也弄脏了呀。大姐，你这演技也太浮夸了吧。手抖去神经内科，色盲去五官科，有病治病，别耽误。等等，刚刚拿给我拍摄的服装里怎么没有这件衣服啊？这个是品牌方专门向 Vincent 要的私藏，特地为于小姐准备的。可是我觉得这件衣服跟我的风格更合适。 Vincent 我熟，要不咱俩换一下，你穿我身上这件，我跟他说一声就好了。反正你是黄黑皮，穿这件的话会更显黑呢。可以是可以呀、这件婚纱本来就是按照我的 size 定制的，你的话还撑不住哦。而且这件婚纱我微博上已经预热过，不怕被别人说穿我的二手货也可以。